大家好，我是女，今天是一支比较轻松的 vlog。 如果看我频道的人呢，应该会发现我已经两个礼拜没有更新了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呢六月的时候就是因为剪了很多影片嘛，然后因为是一直接着一直剪，所以几乎中间都没有休息，想说这样子不行啊，太爆肝了，打算七月的时候呢就给自己放一个暑假。于是呢今天就来到了港都基隆，打算跟我的家人来一场两天一夜的基隆北海岸小旅行。好热，现在气温高达33度，突然换回家怎么办？这两天的行程呢，今天打算去我没去过的和平岛，然后呢明天还想要挑战登基隆，要把自己改成新区两日游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看到我亲爱的家人们。 Hello， 介绍一下，中间这位是我爸，左边那位是我表姐，这个是表姐的儿子。我妈去仁爱市场吃午餐。好吃吗？我爸居然在青草茶店点了苦茶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的那个叫好喝哦。他居然点头。我来喝喝看。刚进去是零度，好难喝哦，被骗了。终于第一次踏上了和平岛公园。待会要去天然的海水游泳池踩水喽，就是会降3度的极寒，走了，极寒纸巾，极寒纸巾，很像挂餐巾纸在脖子上，真的有极寒吗？很凉，就是好像有放薄荷。对对对对，16岁的自己居然在撑伞，unbelievable！ 你不是篮球队的吗？啊，我不能防晒一下吗？和平岛有一个相当漂亮的观景台，走到这边发现后面风景还不错，但是温度真的是你也想立刻直奔游客中心。各位有看到大山大景吗？上面写着些什么？这边一块完全没有人要理我。和平岛是哪一块？和平岛就是这一整块。哦，这一整块就是和平岛。是，那所以你们刚刚研究了些什么？就岛的前世今生。好的，哇！天然海水游泳池，大家兴不兴奋？耶！哦，它游泳池是在耶游客服务中心。哇，大家好敷衍。哇，非常漂亮。有没有看到好多鱼哦？哇哇哇哇哇！跟你们说，里面有鱼哦。游泳还会跟鱼一起、啊、没错，我看人家的照片里面可以跟一些鱼共游，但是也有人说很脏。很脏很脏很脏。感谢和平岛比基尼辣妹给我们的忠顾。准备好要下水了吗？准备跨出第一步。会不会很深啊？应该还好吧。不会吧。那我要下去咯。哦哦、有变凉哎，刚摸的时候觉得很烫，舒服。哎呀，好舒服哦。舒服吗？快点。被无视了。你后面有夕阳。在后面。好漂亮哦。慢拍一张。好，是我很漂亮吗？是夕阳很漂亮。哇，有小孩在你后面甩水草。你说我这样拿着吗？对啊，然后长长的。哦，好啊。哇，漂亮哎！他会找格子，你的太阳放在哪一个格子？还有构图。对啊，还有构图。想不到和平岛也有龙目景吗？以前曾经有水吧？他说现在也有水啊。现在也有水。他说有那个。哎，它还有发光哎。是因为我们照顾好。重毁的团员一号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是说它是上面有一个半圆形拱
就是这个啊，可是顶盖半圆形拱形顶盖，我以为是那个铁的那个重回的团员二号。他说有阿美阿美原住民的图像，有有有有有，它上面有雕刻，还有什么吗？还有什么资讯？雕刻蔚为奇观。是是，蔚为奇观。离开和平岛，天空已经变成蓝调时光的蓝色了。这个颜色告诉我们，晚餐时间到了。门口有我的照片，对，照片把它拍下。Hello，Hello， 我又带了一大堆人来了。你看他们多么的观光，一来就要拍照。来看一下九分，这边是九分。老板娘，看介绍景点。在这边，我连你一起。我也要是吗？对啊。这是鬼头刀的一带。嗯，是鬼头刀哦。嗯，这是烟熏的，自己烟熏，吃起来像烟熏起司。嗯，这样好吃。嗯，我蛮酱的。自己还可以加。我就知道。下酒，认真多。哦，这个喝啤酒。哦。又是，这真的是很厉害。老板娘，我们吃到了，对。十八栋国企，哦，还有十八栋企业。十八栋老板娘说她请客。不好意思，十八栋企业，没呀没呀，因为他们前身是十八栋专卖店。他故意把你这里形成排挤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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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照顾我们前全部前朝位，能够给我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老板你来，我有必要我帮你出兵。爸爸下次来基隆有地方蹭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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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错了走错了。是刚刚前面那条。哇！哎，你怎么可以骑到人行道上去了？哎呦！刚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骑上人行道，姐姐骑着骑着骑上人行道。姐姐竟然说她今天晚上不洗头哎、欸！今天流超多汗的、欸。她说她没有流汗。姐姐说她今晚不洗头。天哪，房卡差点掉了、啊！你差点。你差点要让我们睡保养门口，姐姐差点把房卡送给保养店员。天哪，跟你出来玩好可怕！差点没地方睡，然后又要住院，对，还有生命危险，好可怕！而且还不洗头，怎么就不洗头？还好刚刚小姐在睡。如果他没有叫我，我就睡路边，而且他还信誓旦旦跟我说带一张房卡就够了吧？这女人太狠了。放暑假快乐，干杯！用筷子吃布丁很痛苦哎、欸。团员们相当的有时间观念，我们要搭10点的船，现在已经9:58了，正正好走到要搭乘的前面，非常优质的团员。为什么每次来八斗子渔港都如此压线？前面该不会都是在等我们的人吧？我们有迟到吗？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到了，我们及时赶上了吗？压轴，压轴，压轴！啊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感谢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感谢，感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非常混乱。今天是你要开船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真的是压线抵达，又是龙之星号。这艘我们非常熟悉了。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次为家人们报名的是绕岛、登岛、灯塔三合一，长达3.5小时，一次全都要的基隆屿全制霸行程。而且没想到一上船就有惊喜。我们的前辈啊，曾经为我们国家争光的地震，亚洲的羚羊，真假真假，他是我们大家的荣幸，也感谢他曾经为我们国家争取到最高的荣誉。飞跃的羚羊居然要跟我一起制霸基隆屿！基隆屿，哇，天气超级好，航程只要大概半个小时。待会儿呢，我们会先绕行基隆屿洲。那这一条步道，对喜欢运动的人来讲啊，你会走得一往情深。
那对比较少运动的人来讲，会走的怀疑人生。他说对比较少运动的人会怀疑人生呢、欸，怎么办？是在说我们呢、欸？我们属于怀疑人生那一种。但我们没听到导游最后说的那句完全没运动的话，痛不欲生。真的要开始登山咯，看得出大家非常的期待本次最硬派的行程。全员沉默，因为是礼拜二，本团原本差点人数不足留团，幸好机智的我再次动员我的粉丝们。这位是粉丝，这位也是粉丝，你一个人来哦？对啊，然后今天没事，然后看到你的限动，然后就来了。我说应该会 人山人海吧，而且我还最后一个到。对，我说是这一团吗？压轴，压轴。哎、欸，不开玩笑，我们认真要开始登山了。我知道，在船上有拍到。那很难得。他现在走在哪里？他现在走到最低一点。哦。然后我以为会是飞越的羚羊。对。有两个。他其实是包的。短头发的人都是记者。怎么会知道？那个。刚刚有人解说。有人解说。不要以为我们认得出来。太强了吧。你们是以前都有在看。他应该是在我，就是我进停车场我前面那一排。哦，是哦，哇，你还跟季振廷同一个停车场哎！虽然走到这里都还有说有笑，但还是让公平人走好。放弃了吗？我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我没有在上面，我没有，没关系，量力而为，好。我一想到就很累。快了，量力而为，就一半啊，就怎么那么远啊？我以为快到了。家人们开始要量力而为了。好，恭喜各位完成五分之一哦。五分之一。休息一下。再见了，爸爸。再见了，我的爸爸。沿路会有非常多人，受不了停下来。哇，这是那个凉亭吗？是凉亭，对。Oh my god！ 还是挑战到这里就好了。距离终点剩下400米。你如果100米跑15秒，400米，15、30，1分钟，1分钟就到了，很快。等一下，力量好小。你如果跑慢一点，100米跑慢一点，大概15秒嘛。那400米不就是1分钟吗？那你100米走路几秒？不用走的，一倍吧。那我们就算2分钟嘛。其实2分钟，10分钟就到了，10分钟，10分钟保证到。开始计时。哇，原来是数学小天才啊！就在这个时候，拜拜，你已经到达终点了。400米哦，400米哦，大概2分钟，啊不，10分钟。我爸嘞？好哦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了，我的表姐，再见了，我的姐姐。啊，好累哦，看到了，看到灯塔了。慢慢走，你不要脸弄成这样，你要开心一点。这里过去之后，就大部分都平路了啊！你要多喝水，慢慢走就好。不要露出那个脸，我看到你那个脸，我就觉得好累。真的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有没有看到网红热门拍照景点？哪里？你知道看到这种越过线，然后一个平台拍照的。这里嘛，这里热门打卡点。只要是这个，一不小心会变成清明祭祖圣地的。正想说下一段应该要接再见了我的侄子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侄子了。侄子从灯塔上面走了下来，他已经攻顶了。看来台湾羚羊后继有人了。你攻顶回来了？他那里有，他说有落石，不要太靠近。好啊，那我直接回去。怎么这么淡定？我的粉丝已经攻顶了，好累啊。很想放弃，到了吗？哇！这
差点里程归零。看不到哪了？天哪，好累。虽然灯塔上面风景很漂亮，但每张照片我的表情都是。痛苦面具脸超丑，不要跟我讲话，我想死。好，来，我们再走滨海啊，再走滨海。你讲啥？还有滨海？不可能，我们还答应要来走滨海步道吧？真的值回票价？我觉得这一趟值回票价，遇到计程又遇到你。而且我突然想到，我好像还没付钱呢。啊，是啊。啊，什么？因为刚才讲值回票价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刚有付钱吗？好像没有。你有付吗？我你说你有付钱吗？我有付钱，我有付钱。哎，他都有付钱。哇，那你们一家四个人哇？没有，我刚刚只是来不及付。我等一下会回去付。钱先给我，我们还没付钱呢，先上船后补票。那个四位对不对？四位，对对对对。不用，不行呐，不行呐。好，了解了解。好。他说，猪猪哪来啦？算你一叫一个人说一千零五。讨厌啦，龙之星号最高。后来跟船长说，我们中午要去吃这家汉堡。船长说：“啊，这家就我家隔壁啊。”于是，船长就去买单了。感谢船长，我要海景汉堡吃。炸昂肝汉堡。好吃。被老板招待了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呢。等一下，你换他一下。那你吃饱的时候可以跟我拍个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谢谢老板啦，谢谢。讨厌啦，基隆人怎么都这样啦？